哇，今天的天气太棒了，刚刚停好车，你瞧这个天空多蓝，风还挺大的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冷。我今天把外套都脱了，刚才车上面显示17度、18度，反正到顶着太阳就18度了。这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两辆雷诺，一辆标致208，旁边又是一辆雷诺，然后这中间加的一辆途胜，这途胜还有一个拖车钩。途胜这个设计我是非常喜欢，真的很好看。好了，马上开始走路了。看一下今天外边的天气，春光明媚。哦，录个行车视频，小紫花、小黄花。哎呀，这个天！哇，哈雷呀、啊！和刚才那个人一起的。这个天气简直太完美了。人家油价都贵，我的 Q8， 刚才人家我看到现在都没超过1.8的，它1.8几，都得1.7几，估计只有它和道达尔是1.8。又是一辆摩托车，这是那个宝马。1250，正好赶上绿灯。盖房子了，
巧。出来到了一个苹果园那条路，那个宁荫大道那么漂亮的，那个路不是翻修过的吗？早先比这个路还烂了，去年刚修好的，所以我才愿意跑。之前也是这种路颠死了，一块一块的，都是早年的那种修的路。尼桑了，之前好像是卖本田的呀，啊，本田在这边太没有，哦，丰田不是本田，增加了个尼桑，丰田还在，还增加了个尼桑是，在这种乡村卖车的挺有意思的。1.769，那这个大品牌，反正一般都1.7几。最近，上次欧佩克说要减产这个涨，这是我们每回走出来的路吗？就是，我知道。今天周六，你看这些商铺感觉看不到，也没有所谓的商铺了，都他妈的关门了。哦，老远就看到308，新308，新308，这是。哇，你看这花坛里面都漂亮。哎，对，你每次在那儿指，实际上你每次指的时候，你并没有给我做到一个什么指示方向。咦，我停在哪里了？